All right，今天是7月8号早晨，第一轮，赶紧给它做了，因为过一个小时就更新了。每天澳洲时间的10点钟啊，10点钟就会有新的一轮 daily challenge。这个是智利吗？看看啊，安达，乌拉圭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特别快啊。Bodas，乌拉圭，咱们先去吧。好，咱们来到了乌拉圭，先放在首都。再瞟一眼有没有叫刚才那个 Bodas 的城市。好，并没有，这是个南北向的路。Gambio，任何的西班牙语文字都有可能是。对，都有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城市的名字啊，最好有个地址。Juan José，Juan José，上次咱们做一题在这儿是吧？在这儿还是哪儿？感觉不像首都。Central 啊，José Pedro，很多 José 啊。这是个政府建筑吗？点点的，哎，这个地方是上次咱们来过的吗？咋感觉这个中心很眼熟啊？主要也不了解他们的首都长什么样，这个比较像大城市哦。小镇会长这样的吗？哦，对，大城市也不可能长这样。这是他们的国庆吗？对不起。对，还是可能是比较村的地方，比较村的地方，但也不排除是首都的 suburb。咋办呢？咱们还是放的稍微的 Jose。要放这儿吗？哎呀，Melo，刚刚看到这个 Melo，但我只是看到这个名字啊，但我没有看到街里面有这个。哎呀，我们刚刚放 Jose 会多少分？会进一些啊。好的，不理想，扣了1000分。好的，Ambassador，英语，又有这个。Carriera，这个是意大利语吗？Della Infanta，Infanta，幼儿街。Salita e 西班牙语，等等，这个为什么会有西班牙语和一种我不认识的语言？咱们好好想想啊，Carrera，这可能是就是西班牙语，这不是。Carrera della Infanta Ambassador，好，咱们走走看看啊。这绝对不是西班牙语，那只能是在西班牙的那个地区。咱们又错过什么了呢？这什么语都有啊。什么语都有，英语很多，有点像吉罗斯、斯洛伐克语。Juegos，游戏厅。
那我觉得有可能是西班牙对面的那个小岛。你看，有意大利语，有这个南欧语，是不是？巴拉多，我们先去吧。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巴勒马这个地方啊，地名还不知道。Parking 名古屋料理，呵呵，中文也有啊。SES，这是西班牙。03。Centre de Pelindo。没有太好的想法。有没有可能是西班牙的北部呢？北部有一些。这是岛上吗？寺庙。哦，真是岛上，在这个地方。好的，好的，行。巴勒马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语言，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啊。你看，他们可以从意大利过来，可以从法国过来，可以从西班牙过去。好，扣了20分，还行。Coco, helado, cacao。上次我们说这个 cacao 是那种生的巧克力，还有 coco 是稍微加工过的巧克力粉，又行。Compramos 就是我们卖啊，we sell，comprar 是 to sell，to buy。等等，是 to buy 啊，我们买。行，所以这个呢是西班牙语地区，的墨西哥吗？哦，前面有个疑似，哦，我们要看这个啥呢？看这个。哎，我想说啥？得看这个地貌和植被。那比较偏热带干旱的地方，玻利瓦是玻利维亚吗？看到玻利瓦，好，有点慢啊。玻利维亚是长这样的吗？30，就没说。前面大广告牌，我还以为是路标。这是什么？埃瓜多尔啊，埃瓜多，好，有了有了，行，谢谢你啊。我说就不像埃瓜多尔，不像那个玻利维亚，穷一点的啊，埃瓜多尔，南北通的路，南北通的平一点的地方。Manda，刚刚有 Manda 这个东西吗？看看啊，Helado se vende claro internet。23秒，埃瓜多尔比较平的，不是山地的地方，10秒钟，Cuenca 这儿吗？平，哎呦，哦，刚刚又移走了，刚放这儿了，对，平一点的地方。好吧，好吧，干嘛改呢？真是。行，
这又是什么外卖小哥？海鲜酒楼？我刚想说新加坡，但总觉得不是很像。这是新加坡吗？阿拉伯街，左行，新加坡啊，是新加坡，好吧。外卖小哥，阿拉伯街，大广场是吧？大广场，新加坡到处都是这么写的。然后这里有个牌子，咱们还挺擅长做新加坡题的哦。咱们看看这个牌子，EC，看看它高速啊，ECP 是在它的，东边，东边。好，我们看一。我记得这个 ECP，ECP，ECP 在哪儿？放大一点啊。你们看到 ECP 了吗？我怎么又眼瞎了？感觉像市中心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哦，ECP，对，下面那条路，好，在东边 ECP，OK，能理解。然后我们还有 Rocha Hill Office，都是大路吗？好，咱们还有阿拉伯街是吧？然后很典型的，非常明显的是这一块大空地，Victoria 是一条。稍微东北西南走向的，东北西南走向的 Victoria，找到那个十字路口。东北西南走向 ECP，Come on。个大公园，绿地。17秒，感觉找不到了。Victoria 怎么来的？这是 Victoria 吗？不是，阿拉伯街没有4秒钟。哎呀，这么远。ECP，OK，往东边走，对，往这个地方走，可以到 ECP。好吧，12公里，这次做的不怎么样。啊，那最后一个咱们就猜拉脱维亚吧，俄罗斯。哦，也有2弯了啊，做完这个之后，小白花儿。长的路啊，好，我们就选，盲选一个吧，就选这儿。哦，猜中国家了，天，行了，特别呀，行，就这样吧。